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sther。今天呢，我要来跟你们分享万圣节彩妆第二弹。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，就可以继续看下去喽。今天呢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妆容非常的莫名其妙，有一种不知道看了什么东西的感觉。今天就是要来分享撕裂妆。那现在我们就来开始吧。这样啦，希望你们喜欢这支影片。如果你觉得喜欢的话，记得帮我分享或按赞，
或者是加我的粉丝团也可以哦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咯，拜拜。你们知道我每一次拍完影片都会觉得超级烦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呢，我就是那个柜子里面都会把所有的彩妆品是分类的放，所以我每一次拍影片的时候呢，我都要把我当次该用的东西呢从各个分类里面抽出来，然后变成零散的一盒，然后再拿到我现在坐的这个位置要来拍影片。那我拍完一支影片之后呢，开始那些东西就会散落在一整个地上。这个道理就跟我们每一次出门之前要化妆，然后都会只要把它化好之后，然后就发现哇，化妆台好乱，东西都散在桌子上，然后就想说、我要出门了，来不及了，不收。然后这明明就是一个逃避的心态。然后回到家之后呢，看到那一个很散落的化妆品，还是不想收，决定先去洗澡。然后洗完澡之后呢，再来到化妆台面前，然后开始吹头发，吹了超久，吹干净之后呢，看到那个化妆品还是不想收。我现在呢，就是这种感觉。我现在地上有满满的彩妆品，我一点都不想收，超烦。